你没事吧？应该是没事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 大庭广众的撒手，我们不认识吗？我们认识吗？天哪！《如懿芳妃》这部剧的进度也太快了吧！开篇就是高甜片段，鞠婧祎饰演的傅蓉为了救张哲瀚饰演的素王，危险时刻一个箭步扑到素王，当场地咚，跑一出美救英雄啊！没想到地咚完还被霸气反动，这字幕相对时暧昧的氛围，小火全程一幕笑。 撒糖的节奏绝了，素蓉CP小火也要追起来了。话说，鞠婧祎的古装扮相也是真的好看，尤其是头发散落回头的那一幕，小火循环800遍，有点期待后面的剧情啊。